腹式呼吸是一种正确的呼吸方式，通过慢吸慢呼可以增加气体的交换率，达到有效的放松。另外，将注意力专注在呼吸这个中性刺激上，中断脑中接二连三的想法，可以体会到平静的感受。用鼻子吸气时，你会感到胸部和肚子一起凸出来，然后吐气，这时候肚子会缩下去。现在我们一起来做腹式呼吸训练。当你准备好后，请找一个安静不被打扰的地方，你可以躺着，也可以舒服地坐着，双手自然地放在大腿上，轻轻闭上眼睛。首先，用鼻子吸气，吸入的空气从胸部一直到达腹部，然后慢慢吐气，这时候肚子会缩下去。吸气，这时你会感到肚子凸出来，再缓缓吐气。呼吸训练的重点是慢吸慢呼，吸气，呼气。当我们慢慢地吐气时，可以感受到身体的放松。吸气，呼气，把吐气的时间拉长，呼吸的速率自然变慢。将注意力尽可能专注在吸气和吐气上，在吐气时注意感受到身体每个部位的放松，脸部的放松，再放松，眼睛的放松，更多的放松，头皮的放松，更多的放松，耳朵的放松，喉咙的放松，颈部的放松，肩膀的放松，手臂的放松，手掌放松，胸口放松，上腹放松，小腹放松，
肩胛骨的放松。下背部的放松，髋关节的放松，大腿的放松，小腿的放松，脚掌、脚趾的放松，去感觉到全身每个部位的放松。随着一吸一呼，去享受全身的放松。当思绪飘散时，只要将注意力再次回到呼气、吸气之间，继续让身体享受在安静的吸气和吐气之间。